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女生跟男生分享一下他们的法宝。对，就是说如何吸引第一眼，然后让那个 first sight，first sight，love at first sight， 然后让异性呢关注你，如何吸引异性第一眼的这个目光。我们先来问小爱，来，我今天带一个就是这个小小的心机法宝，它就是这个是那种会让身体闪闪发光的油，然后如果你再去约会的时候，而且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，你就可以喷在你的锁骨这边。我想可以示范一下，它有锁骨专用油哦，可以，你可以全身都喷，你想喷哪里就喷哪里。好亮亮的，对，然后它就会这种有点小小，就是小小亮亮的，助光的感觉，而且它会有那种很好闻的香味。对啊，这是小小的一个小心机啊。如果你拿出去的话，就是喷在锁骨，或是你的小腿这边，全身都可以擦。好，针对锁骨来讲啊，因为刚刚 Melody 讲说很多男生对锁骨特别感兴趣，我是觉得还好啦。那上次有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，小优不是被诟病说没有锁骨吗？对，好像没有锁骨就大打折扣。可是你们会觉得吗？小爱拿那一瓶油，好喷自己的锁骨，好让锁骨更凸显的话，对你们来讲是有吸引力的吗？来，请举牌。只有庆华觉得锁骨是，我是觉得锁骨是还好，但是我觉得我刚被吸引的是小爱她在擦的那个瞬间。你喜欢的事物都是那种很奇怪、很冷门的，他喜欢小细节，就是细节啊。刚刚那个动作哪里吸引你？你告诉我，我觉得很性感，蛮性感啊。而且还差你刚刚在外面这么开心你现在给我举一个叉。啊，因为他是针对你嘛，如果那关是蓝心的话，你给我三个圈。小薰，你不演一下吗？其实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说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有适合自己的香水，有些太刺鼻的香水，而且有时候是在健身的时候，其实你不应该喷任何东西，我觉得那是一种自然的状态，自然，就不是说你今天喷了什么，所以你散发什么。你说小爱不会因为喷了锁骨变好看？不是，小爱会因为小爱看他的锁骨好像会散发那种甜甜的味道这样。小爱原本就很好看，他今天喷什么都会很好看，所以他不需要靠那一点，人家才会觉得他性感，对，不会觉得他漂亮。像心蕾今天喷什么，大家都会觉得他很漂亮。对啊，心蕾不喷，对不对？大家还是会买单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，心蕾？也没有啦，你们这群男生真的太肤浅，太肤浅了。你都带头，你真的是肤浅怪耶，肤浅王。听我讲了，因为他们两个都老鸟啊，心蕾比较菜啦，有时候是多照顾嘛，多鼓励他，多照顾他，对不对？撑下来，来到台湾也不容易。圆圆的，算了，不要听了，来，心蕾你。没有啦，圆圆的，圆圆，你的法宝是什么？圆圆的法宝是什么？法宝是我最近发现的，就是可以在眼睛上面打亮。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，就可能会被我眼睛吸引，冰冰的。你现在可以示范，打亮，我怎么听不懂在讲什么？他就是让他的笑残变得比较明显。可是他又不是抹在眼睛里面，他就下面会有一点亮亮的，不能抹在眼睛。现在很流行这样子的装扮呢，就是那种韩国的那种卧蚕那种，都会把它用亮亮。还有这种东西啊！刚刚的演员目光呆滞。仿若死鱼，现在抹上了神奇药粉之后，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三二一，转头，噔噔，哇，又比较亮了，可爱萌啊！不行，你们要近看我才会知道。他近看就是那海产区，我可以抹一点在心蕾上面。撩你，海产，你走海产，有人在撩你。其实真的有啦，其实真的有，他那个会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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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那永勋，你看他，你也喜欢心蕾吗？那你就是等一下喽。我觉得其实男生女生在约会初期，尤其暧昧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面对面，不管餐厅吃饭或哪里，其实看到眼睛的话，他真的会因为做了一点小装饰，而且就会给人家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圆圆招其实是真的是很有用，有用。但是如果接着招在蓝心蕾身上，我会觉得更有用。应该是说心蕾根本不用这一招，对啊，都 OK， 是不是？但是圆圆这一招也不错。但庆华他跟人家看法都不一样。没有，我觉得圆圆，其实我刚刚投他，因为圆圆他已经不需要这个东西，因为他眼睛就已经够漂亮，他本来就是电影美少女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做那个动作有点多余。电影三连拍，对着镜头来 take one。Take two, take three， 好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心蕾，电影三连拍 ，Take one， 哇 ！Take two，Take three， 哇！三位都很好，
三位女生都很可爱。我们来看看心蕾的法宝。我是这个护唇膏，就是有护唇膏。你们三个人冷静，冷静坐下来，就是嘟嘟唇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是有香气的，就有草莓的口味。哦，你们在等什么？讲话。帮心蕾弄一下，那边哎，对，心蕾要帮你吗？好，来，哎，他人好亲切，很亲切啦。他都没有巨星的那个架子，你看，哇，哇塞，这个动作就重了。有，哎，光这个动作就很吸引，对，光这个动作就重了，真的，真的好看呢。而且我在摇滚道，还要帮什么吗？很漂亮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哇，哎，可以嘞！哇塞，不行，这个笑容不行，好看，会被电晕。好，你说这个法宝，嗯，是它有点嘟嘟唇的感觉，然后亮亮。啊，你麦克风放下来，对镜头嘟一下。哦，好嘟哦！来，我们再特写一点，哎，哦，它那个嘟起来真的是，哇哦，真的想嘟哎。三位男生请举牌。这个应该一致通过了。今天真的万人迷，来海产发表评论。其他的嘴，其实他不用上那个嘟嘟唇的时候，你就你看他的脸的时候，就想要嘟嘟，就想要嘟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种神奇的魅力耶，他的嘴巴跟我的嘴巴就好像磁铁的恩格，怎么很色？而且心蕾这段播出之后就觉得，人家演员发自内心的说，真的很色，真的吗？而且心蕾这段都就觉得我刚干嘛浪费时间看以后那一段单位啊，以后要跟制作单位交代一下，就是男艺人啊上节目前呢不准他们吃威尔刚。哎，我觉得好失控哦！以前是说录影前不要喝酒，现在多一条这个规定。威尔刚会来，永勋讲一下。对，我觉得他上了那个唇膏之后，整个人的活力也变得比较有气色。我觉得就是美，然后更美。哦，静华，我刚特别喜欢他在擦的时候，然后嘴巴嘟起来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样子很性感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在，假如我跟心蕾在约会的话，然后我们吃完饭，然后他要补个唇蜜，我觉得这个动作是超级跟心蕾约会嘞。没有，就比如说，比如说一个幻想啊，一个幻想，就你会假如生什么气？我觉得庆华他是喜欢看一些动作，像刚刚小爱他在擦那个油，他喜欢一些小细节的这种动态动作比较动态。所以啊，我就说他比较偏那个变态那种，对，就是看下流代表。人家是看细节，看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。